好险，铁巨人不在这里，不然被砍死。碳线，哎咻哎咻哎咻，你是什么？线跟碳啊！纺织机能干嘛？纺织机的是换什么？羊毛吗？不是啊，我要羊毛干嘛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啦，我试试看、啊，没有做过。一二。进来呀、啊，找不到吗？床不够是不是？找到人的声音，哦，哦。哦，离二十格了哦，好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。我想一下哦，再来我要怎么搞？切石机，切石机，切石机。下好多、哦。木棍啊，啊，这是沙轮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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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切石机怎么合？啊，好像铁，白痴哦、喔。这样，哎、欸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查。切石机，切石机，切石机。傻眼。沙轮才是那个啦哦，沙轮是这样嘛，然后这样，然后白色不是这个啊，这个好，那农夫先不用。OK， 这个是武器匠，这是沙轮的嘛？那切石机是哪个？哪个像切石机？这个牧羊人，白痴哦、喔！我要这个干嘛啦？叫我放那个干嘛？这有什么用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馆管理员，农夫太多了，我看一下哦。谁是谁啊？烦死了！哎呦，羊毛换钱，对啊，可是前提是我现在需要很大量的那个铁啊，所以我要开始搞那个铁具的农场啦。所以需要矿车嘛，矿车就是要木。要运三个村民去别的地方，然后怎么还没涨啊？不是，这边还有村民啊，这边也有，哎、欸，这边也有、欸，哎，走，哎、欸，而且我刚才笨什么啊？牛也可以坐船啊。上来，上去。不能打到他，我会吓死！跟你讲，干嘛？看我干嘛？麻烦了。那是之后的事情，叫我先放，气死！那是之后的事情啊，大哥。我怎么先让他进去嘞？哎、欸，刚不是有床？床床床。我、哦、放过了。你要跟我来。啊！这两个村民。我知道了，养在一起。哎、欸，啊那个嘞，嗯，啊那个嘞 ，Hello， 哦，在这里。这个是要用铁巨人的村民，那我们就把他带走吧。来，上去，来，请上。那刚好房间里面还有一个，我知道两个高线，你不用教我，我知道。不然我刚刚卡在那边干嘛？不然就只能用活塞了啊。然后这个要盖远一点，然后还。
还有一张床，你偷一张床。很小。哎，我现在盖的东西都是你叫我盖的呢。对啊。石匠要二阶才赚，没有，我还没看到石匠啊。不然下去好了啦。这个不是啊。哦，找到了。哎，好像很赚哎，去挖土，挖那个好了。我知道石匠那个他们要，而且我现在不能。我现在不能让他们，好，我先讲一下好了。我之后如果要让他们换地方的话，所以那些，哎，不用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因为我突然想到说，如果我打掉他们那个，他们就是会重置掉嘛？啊，但是是不是可以，就是先像小飞讲啊，先交易了嘛，锁定之后就不用怕不见了。所以我们先去挖粘土，来挖粘土，挖粘土，这是啥？这是土。可是粘土不是再生资源的，好像有点亏耶。那个像暗伤眼啊、沈长眼也不是再生资源，所以要睡觉啦。哎、欸，还能不能重新编织？睡觉咯，睡觉咯，睡觉咯。亚美咯，睡觉咯。你回来了，哇，一个小时就回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那问一下，石匠这样交易算是便宜的还是贵的、啊？还是都不知道，先交易再说。石匠，那石匠长得跟普通的一样啊。嗨，这个是自甲农夫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变便宜？变贵了啊！我贬到他是不是？是打到他，他会生气，所以变贵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如果打掉堆肥桶有用吗？你还是吗？你还是的话，我很痛苦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哦。你最棒！哎、欸，对啦，我们打到他变贵了啦。要等级二是不是？好，武器匠，铁斧。看一下哦，好像是你吧？石匠。
烧过的石头变绿宝石。那个村民呢？他这是固定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再变的，对不对？打死算了。你有看到这只是什么？我不敢打，听到铁锤在旁边。而且哦，还好我的床没有遗失，没差啦。那我想一下这边要怎么办哦？铁轨。一起打死啊！你讲的好有理哦，我的天哪，不能反驳哎！先把这人，是不是太低呀、啊？臭猫，你在哪？感谢你让我拥有。秋天的美丽，看着那白色的蜻蜓，还能不能重新编织？鸽子哦，再重新种哇！第一天不可能全部都做完吧？天哪！你还在耶？你真的？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认错人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是你吗？你也是渔夫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你是傻子吗？哎、欸，你是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好，刚没有打。哎、欸，啊，可是我堆肥桶扔光了啊！想一下堆肥桶怎么做？嗯，搬砖，然后。不对，堆肥桶好像，我记得是这样子啊。哦，不够，抱歉。这样，傻眼，超傻眼。哎，靠！这只真的是完蛋了啦！这只应该真的是没有救了。这只，你就是要让，你就是会很贵耶。如果手动打死铁巨人，怕全部的人的价格上升，那我可以用岩浆烧吗？天哪！那我想把这个人拖出来繁殖了，欸，方丈为人很小气，哇，怎么办？我把他拖出去繁殖好了啦。哦，看一下哦，这里，方丈为人很小气的啊，靠腰啊，可以不要坐一起吗？看那这怎么办？你这样。我心跳多快吗？天啊！你完蛋了，走，我们去交配。
来，叔叔带你去好玩的地方。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跟我来，走啦，走啦，你这个奸商，我带你去奸商该去的地方。教主可以弄个掠夺啊，然后打完就有效，价格就会降低。白痴哦，你是跟我讲认真的，还是跟我讲开玩笑的啦？我会当真呢。除非就是只剩一个方法啦，那个什么，让他变成僵尸村民啊，对吧？变僵尸村民就可以引诱他回家了啊。哦，爆了！你这个垃圾，给我过来！这边，等一下，现在都在跟他玩这个，我就头有点痛啊！过来，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他走上来了，太爽啦！可以繁殖铁巨人啦！臭猫，哎、欸，臭猫，你要不要吃河豚？真的是臭猫。你看看人家，哎、欸，我是抓错只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没抓错只这只，哎、欸。哦，这只，它总吃到渔夫的啦。哦，我那边的，然后这个是吃到这个的，然后我把这拆掉。一件黑色毛衣，然后床嘛，我们去楼下捞岩浆桶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只剩下那个了，命名牌了。终于有进展了，开心。